你而家做乜嘢啊？你系唔系想跟我学武功啊？嗯，唉，我啊净系识得饮酒同担水，讲到武功啊，你睇我傻头傻脑点识呢？少林寺而家点样？法人师叔已经下令全寺戒备，严阵以待。好。法宇而家喺边度啊？佢神出鬼没，不过佢话过三日之内要铲平少林寺啊！掌门师兄，你话点算好啊？你唔使紧张，少林寺嘅存亡而家就系喺佢身上。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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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啲料啊！Let's go.